这里还是这么阴森，要不是为了调查，我可不想来。啊，快看那边，好像有个人。旅行者和派蒙，真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遇到你们。竟然是燕飞，你一般不是在璃月港里工作吗？怎么跑到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来了？说实话，这趟工作确实有点特别。层岩巨渊最下面原来长这样，我也是第一次见。啊，不对，两位帮我个忙吧，有人在找我，如果他们问起，你就说没见过我。啊？什么意思？那可不是，这件事说来话长了。总之，搪塞的事就交给你们了，一会儿见。喂，燕飞他真的走了，怎么办呀？我突然好害怕。你说，他该不会是犯了什么法才逃到这里来的吧？会不会是什么很恐怖的事情？不要太天真哦，这个社会可是很复杂的。先做好最坏打算，万一真有什么事，我们就成他的共犯了。要不要袒护他呢？好纠结。喂，喂，你们的家伙。啊，来了，有人来了。不过这个声音好像在哪里听过。哈哈哈哈哈！竟然是你们俩，跑到这种地方来度假吗？哦，看你们的样子，最近应该过得不错吧？嘿嘿，我也是哦。你后面那个人是？你们好啊，我是荒龙派成员九七人。啊，哈哈哈哈，差点忘了，来来，给你们介绍一下。这位是我们荒龙派最厉害的人，阿忍。哦，原来也是荒龙派的人呀。在花剑版混的厉害人物，肯定要加入我们荒龙派啊。平时帮里的事都是阿忍摆平，也让他罩着你们好了。老大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很高兴认识二位，旅行者，派蒙。很伤逗嘛，那我就叫你阿忍啦。以后请多关照。其实我有预感，说不定最近就要你们关照了。不过一等，你刚才说你们帮派的事都是他在摆平，那其实他才是老大吧？白萌，你在说什么傻话？老大是我，天上地下花剑版荒龙派从来只有我一个老大。我懂了，是没用的老大和厉害的部下。算了，凭你这个小脑瓜想不明白也正常，本大爷不跟你一般见识。言归正传，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粉色的绿什么什么法师？反正就是个懂很多的人，个子不高，戴着顶怪帽子。是一位来自璃月的律法咨询师，名叫燕飞，我猜二位或许认识。没见过，也从来不认识。哦，看来你们见过他。我没说，我什么都没说，你不要瞎猜。紧张了，看来是被我说中了。人在撒谎的时候会下意识眼神游移呢，派蒙。不过别担心，我们没有任何恶意。你们认识燕飞？认识认识，他已经是我的救命恩人了。什么救命恩人？等一下，你们两个怎么会出现在层岩巨渊啊？哎呀，道奇锁国令最近解除了，这事你们知道吗？
阿忍来离院拿他的毕业证，我怕他一个人出远门不安全，就跟过来了。毕业证？你在离月上过学？我在离月同文学塾进修过法学，可惜毕业前夕回家探亲，刚巧碰上锁国令，这张毕业证拿晚了好几年。我们到离月港办事，老大排队时跟千言军士兵起了冲突，险些被拘捕，幸亏燕飞小姐路过出手相助。要不是恩人帮了大忙，我恐怕要进离月大牢了，呵呵，所以就想帮他做点什么。嗯，但他说没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事。那可不行，出门在外哪会不遇到麻烦，干脆跟着他，等有需要时我立刻一跃而出。我不说了，男人一定要知恩图报，不管是上刀山下火海，这位律法咨询师的事我黄龙一斗都帮定了。那万一他用不着你帮忙你怎么办？这不可能，这种事绝对不可能。旅行者，好，谢谢了，我这就去找他。喂，阿仁，走了。恩人，等着本大爷来助你一臂之力。谢谢，下次见。你刚刚是故意骗一斗的，对吧？其实我觉得阿忍没有相信你说的话，或者说他也觉得一斗太缠人了，不希望他给燕飞添麻烦呢。这个阿忍很有眼力嘛，这样一来就没人找他了。之后要是遇到燕飞，记得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。那我们先去上次那个被砸过的地方看看吧。像工作室，你看，燕飞正好也在那里。燕飞，那些追你的人被我们支开了。太好了，多亏你们。那位打扮花哨的大哥可真热情，要是平时应该能交个朋友。可惜我今天有正事要办。什么正事需要在这种怪地方办呀？该不会你也想转行当冒险家了吧？我是律法咨询师，偶尔也会遇到这种不得不亲自出远门的情况。这次来层岩聚渊是因为一份遗嘱。遗嘱？嗯，我在一本古书中找到一份遗嘱，应该是从前的某位高人所留。他有一件法宝失踪了，想找回来。这种事竟然也要律法咨询师做啊，真辛苦呢。代为执行遗嘱也是律法咨询师工作的一环。当然了，像这样的情况确实不多见，层岩聚渊也不是想来就来的。哦，原来你知道啊。咦，谁呀？哎呀，你在啊，果然被我猜对了。大律法咨询师到层岩聚渊来办事，哪里需要请示我的意见？有叶兰在的地方，我说话可不算数，对吧？他是谁啊？这位是叶兰，离月的，我能说你就职于总务司吗？啊，总之是我的一位朋友。可以啊，刚巧，最近我也在这一带有事要办。与各位算是小有缘分，旅行者和派蒙或许不认识我，我对你们倒是有所耳闻。几位来这里办事，我的工作则是监察层岩聚渊，依照规章我理应陪同，但这次我另有要务在身，怕是无法全程跟随了。几位自便，不要搞出什么大动作就好。糟糕，我还想请你帮忙的呢。
看在往日交情的份上，你能不能稍微抽点时间帮我搞定这份遗嘱？求我可是要拿出诚意的。好说，请导游也要付钱的嘛。刚巧平姥姥给了我一些好茶叶，不嫌弃的话，让我请你喝杯茶吧。不如先说说你来此地的详情，我才……喂，你们！一头怎么回来了？好啊，你们故意支开我是吧？我说旅行者，你怎么不像是你的兄弟我了？留步。啊？你谁啊？抱歉，这一带都属于曾岩重地，外人还请止步。开什么玩笑？你这里又没个告示围栏，还帮人走路了？真正危险的地方，不会有任何引起注意的告示。原来这里是这么重要的地方啊！这里确实不是能随便出入的地方，我也是因为这一点才不想让两位跟着。只可惜我的拒绝没什么用。旅行者帮过黎月许多，燕飞是黎月知名的律法咨询师，我信得过二位的立场和行为，没有阻拦你们在这一带活动。至于这两位……你什么意思？觉得我没名气，还是觉得我不怀好意？正因为不清楚你的底细，才不能让你随便行动。再说燕飞的态度怎么看都不像是需要你帮忙，对吧？哈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是他肚子里的蛔虫？哦，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吗？倒是你身为到期来客，还是入乡随俗，按当地规矩办事比较好啊。你别冲动，他说的是实话。怎么吵起来了？麻烦了，他不该跟叶兰硬碰硬的。我们不知道这里性质特殊，既然您这么说，我们会尽快离开。不过要真是危险地区，最好还是立个告示牌吧。感谢你的意见，我会考虑的。如果我们不打算马上就走呢？老大，那恐怕就会发生不愉快的事了。啊？意思是你能打赢我们两个？你很自信吗？二位虽是旅行者和燕飞的朋友，最好也能听懂我的警告。有意思，只可惜本大爷不服管。既然你这么厉害，就让本大爷见识见识你的本事啊。等等，没必要在这里起冲突。不，我就是要往里走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哼，觉得我喜欢开玩笑？糟了，他们两个要打起来了。啊，二位稍等一下，此事因我而起，不如给我一个面子。啊，不好，这里似乎……啊！别扯开话题，我可是……这……书垫在屁股底下也不抗摔啊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喂，阿仁，还有我的兄弟恩人，没事吧？真是飞来横祸。喂，我们到底是掉到多深的地方来了？看来在刚才的对峙中，地面坍塌了。难道是因为催动了元素力？可不是本大爷的错啊！你说话这么不客气，谁听了都会发火。我的工作就是阻止外人乱闯重地，假如实话实说也算不客气，你的心智未免有些脆弱。你
人活一口气，我就是不喜欢让步。老大，你根本说不过他，干嘛非要跟他吵？阿仁，你帮哪头的？点名现状而已。虽然理解你的心情，但你没事就跟人起冲突，也是在给我添麻烦。我发现了，一斗姬吵不过叶兰，也说不过阿仁，他在这里很弱势。好生气啊！不要把我跟一斗相提并论。喂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找茬是吧你？我说的可是实话，你是笨蛋，大家都知道。我是笨蛋，那你是飞行矮颈瓜。飞行矮颈瓜，气死我了！我要给你起个难听的外号，就叫你放牛的。哼，放牛的，你很狂吗？我们离掉下来的破洞似乎很远，根本看不到顶上的情况。这种距离，看来是没法直接上去了，得另外找出路。各位，抱歉打扰你们聊天的雅兴，有些事你们或许得知道一下。曾烟巨渊在璃月算得上神秘地区，前些年因矿区事故而被封锁，在这里行动最好学会不看不听不问，以免涉及太多各位不该了解的秘密。原则上我不会与大家为敌，也希望大家别在保密问题上为难我，至于出路我会尽力。他怎么走了？是去找出口了吧？叶兰她可能是我们之中最懂得应对危机的人，就让她去吧。非常抱歉，一般来说我不会向无关人士透露委托人遗嘱的内容，所以没能跟二位说实话，对不起。我来曾岩巨渊是想找回遗嘱中提到的太微遗盘，许多年前我的委托人将这一法宝交给有志之士，希望这件宝贝能在需要它的地方发挥作用。而据目击者说，那个接收法宝的人带着他往曾岩巨渊去了，此后便下落不明。历史上曾岩巨渊一带曾发生过多次战争，可就算那个人在战争中死去，我也希望能竭我所能寻回法宝，圆委托人一个心愿。至于先前叶兰说的也都是实话，曾岩巨渊暗藏危机你们应该也体会到了，现在遇到这种麻烦，我想我们就一起想办法出去吧。既然恩人这么说，好，这个面子我卖了。现在开始大家都是同伴，至于那个臭屁的家伙，哼，也算上好了。叶兰不是在总务司工作吗？总觉得他是个很厉害的人，没想到做这行需要这么大本事。对外好像是这么说没错，关于他的身份我不便透露太多，只能说这份工作非他莫属。什么工作啊？竟然要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上班？这个我说，冒险家呀。怎么了那副表情？我又没说错，你我不就是这样的吗？你最近变得小气了呢，让我蹭蹭名头怎么了嘛？对呀，旅行者，你是派蒙的老大，老大要有气量，应该多让小弟沾光。我们不是这种关系。派蒙，老大说的话听听就好，不用往心里去哦。哼，看在阿忍的份上，好吧。我是老大，我让着你们。我们所在的难道是没有卷宗记录的另一处封印？这里会有什么呢？我这里带了些食物和饮用水，各位需要就说。真好，放牛的，虽然你不太聪明，但你的下属好能干，好可靠呀。嘿嘿，我也去。不是，本大爷也很聪明啊。前方有个入口，里面似乎有路。会是什么呢？去看看吧。这
种地方竟然有秘境入口，不可思议。有近路，应该也有出路，进去看看。周围这些似乎是有点年头的璃月山岩，跟我在书上看到的类似，这里的秘境应该已经存在很久了。嗯，有声音。呀，师兄，降魔大圣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也刚从上面下来，听见有响声，一路追至此地。是不小心掉下来的吗？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走？不必，我另有要事在身，找人。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，尽快回去。还是那么来无影去无踪呢。刚刚那位小哥很有戏是吧？跟本大爷有地拼，看来是个厉害角色。放牛的，你哪来的自信啊？放那位先生单独行动，真的好吗？那个人啊，就算你不让他单独行动，他也不会听别人的。不过他很厉害，所以随他去吧。各位，从这里开始，请你们多留意四周，谁都不知道前面的路上会有什么，随时做好准备。虽然已经承认你们为同伴，可是凭本大爷的战斗天赋，不需要他提醒，也不需要他带队。老大。啊，知道了知道了啦。我倒是觉得叶兰给人一种安全感呢。放牛的，你这外宾要好好跟大家相处哦。飞行警官，不要把自己当本地人行不行？这种形式的迷宫确实是璃月特产。好稀罕的地方，要不是我们急着出去，倒是可以在这里欣赏欣赏风景了。闲人勿扰。安如磐石。别担心。这个如何？结果跟我们以前走过的一些仙人秘境有点像呢，难道这里也有仙人吗？为了阎王帝君，这刹那将是你的深海的家护，休养生息。走吧。我们走吧。
向工作室。上的运动是必要的，我会跟上的。下一项工作是老实点。抱歉啊，闲人勿扰。泥坚不摧，冻结吧。禁止接触。这项工作该划掉了。这个如何？天动万象。是你的勇，翻勇吧。别担心，快看那里，似乎是出口。对，怎么搞的？我们怎么回来了？这里是我们走过的地方。对，是起点。可我们没走错啊，刚才一路走的都是通往出口的路，没有往回。我也记得是这样。旅行者，你也确定没错对吧？奇怪。在道奇有种说法，商人晚上走夜路中了离妖的奸计，整晚都在同一个地方绕个不停，直到天亮还走不出去。不就是鬼打墙吗？原来大家都知道，那就好办了。我现在认为我们就是遇到了这种怪事，不过没关系，我有个帮手能驱邪，遇到这种情况就该叫他出来了。一斗这个鬼身边竟然有驱邪的伙伴，他心可真大呀。迟钝是老大过得好的资本吗？来吧，阿丑。这就是咱们黄龙派编外成员阿丑。阿丑在向大家问好呢，你们叫他阿丑也行，丑哥也行。阿丑可擅长找路了，一会儿先让他带我们走。原来还有编外成员，我觉得不像靠谱的样子。谁知道？阿丑，去，给兄弟们找条明路。不会吧？怎么了？阿丑说他沿路找遍了，根本没有出口。
可我们既然能进来，没理由出不去啊。不行，我去看看。你们注意到了吗？起初我们以为自己是从上空掉下来的，那时头上还有高不见顶的出口，现在出口也消失了，怎么会这样？看来地下这些建筑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。我四处检查一下。这里四处都是岩壁，会不会是我们记错了？其实我们根本不是从这里掉下来的。喂，你是在害怕吗？我可没有那么胆小。阿丑也觉得你害怕了。没关系，害怕就说出来，我们保护你。哎呀，愣着也不是办法，再找找路吧。阿忍，你陪着恩人，我带旅行者和派蒙。好，大家都要注意安全。恩人什么的严重了，叫燕飞就行。伊斗先生不愧是帮派老大，很有领导力嘛。哪里哪里，你叫我伊斗就行。既然说好都是同伴，就该彼此照顾。派蒙，怕的话本大爷可以捂住你的眼睛。唉，真的没有出口？我觉得这地方有问题。老大，你们那里怎么样？而且就在刚才，我余光好像瞥到几个人影，别是真闹鬼了吧？虽然现在气氛很不对劲，但我还是要说，伊董，你自己不就是鬼吗？不是啦，我是说那种忽闪忽闪，一会儿有一会儿没的。伊董，其实你怕鬼吗？哎呀，被人家看出来了呢，老大。我哪有，你们不许乱说。嘿嘿，看你这样我忽然不怕了。喂，放牛的，要是害怕的话，我可以捂着你的眼睛哦。看来我得找点别的事做了。放点盐，胡椒也来一点。对，烤井瓜很好吃，一会儿你也尝尝吧。有甜咸两种，你喜欢哪种？那就都试试好了。越是现在这种场合，越要稳定精神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里可能藏着不方便让我和老大知道的秘密。不过别担心，我会注意不让老大打扰你们讨论机密的。哇，居然在烤东西吃。燕飞小姐要来一点吗？我不饿，你们先吃吧。说起来跟爱人也是好久没见了。是啊，上回见面还是我在璃月念书的时候了，你来替我的老师带了一节课。代课？哦，想起来了，是有一年的冬天，对吧？对，大家都说你讲课很有趣。这么说来，应该叫你一声师姐才对。这个叫法真不错，我喜欢。没想到会跟师妹一起遇到这种意外，也算是缘分了。而且风格诙谐幽默，寓教于乐，很受学生欢迎哦。师妹真是过奖。几位都在啊？叶兰，我们分头找过了，这附近没有出口。你呢？有什么收获吗？没有。而且，虽然我不想这么说，但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吧。如果一直找不到路，我们也许会在地下待一段时间。我想也是。明白了。但世上不应存在只能进不能出的地下空间，这不合理。我会继续想办法。各位假如找到疑似出口的地方，也千万记得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探索。喂喂，看你神情严肃，是要做什么吗？小，对啊，你是不是想叫他来帮忙？好，试试看。
没有回应，我还以为萧无论在哪儿都会赶过来呢。难道说就连萧都感觉不到我们的气息吗？不行，我要再去看一次，拿出我黄龙天下独尊一。老大，你干嘛那么严肃嘛？考警官。啊？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，你就叫我在这考警官？听见没？阿丑都说你说的对。等等，阿丑，你又是帮哪边的？后勤是很重要的，保持充沛的体力和稳定的精神状态，才能应对未知。阿丑也知道这个道理。好啊，你们一个两个的，这就已经吃上了。等等，已经熟了，香倒是挺香的。好吧，那就先垫垫肚子，再想办法。别把警官吃完了，也给我留两个。没想到我们会被困在这个地方，这下可真是难办了。就算我博学广文，那也是在律法领域之内，我可不懂什么越狱的知识。亏我还和老爹订过要快乐生活的契约呢。唉，至少我不能消沉，往好处想，能来新地方开开眼界，还能和旧友重逢，都是好事。嗯，对，好事。现在情况严峻，暂时找不到出口，要做好多待一段时间的心理准备。好在物资看起来还不缺，这支拼拼凑凑的队伍里也有善于应对危机的人，照顾好你们自己，剩下的我来想办法。唉，待在这里都没事可做，好无聊，好想在外面的世界自由奔跑啊。那就自由飞翔，总之好想出去啊。一整天我感觉都过去几个月了，就算没有几个月也得有20多天了吧。哟，你们在这里闲聊呢。放牛的，你来啦。各位，我刚在外面找过一圈，今天也没什么收获呢，喝口水休息一下吧。谢谢师妹，你不提我都忘了要喝水，谢谢。啊，好想出去，好想在大街上打滚，好想找人斗宠。老大，注意形象。每天在这个破地方转来转去，好空虚啊！要是在外面还能吃吃拉面、赏赏花，多好啊！拉面，等一下，旅行者，说到吃面，你肚子饿吗？我也不饿。我换个问法，我们这群人里谁最贪吃？肯定不是我。看我干什么？肯定也不是我，是这家伙吧？哎，我为什么看着我？派蒙，你肚子饿吗？哎，不饿呀。怎么了？原来如此。啊？什么原来如此？我走过来的时候也听见这句话了。如果真是这样，20多天都不感到饥饿，这可能吗？这里也有问题。不同人对时间流逝的感知不一样，就算有个体差异，也不应该差这么多才对。哦，这么一说，我感觉是过去了3-5天，却没觉得口渴饥饿。我虽然烤了食物，也不是因为饥饿才吃，只是转换心情。本来想着要节约口粮多熬几天，可没想到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感到过肚子饿。不仅不饿，身体也没感到明显的疲惫，睡眠与否
似乎也没有什么影响。我有同感，休息不会改善原有状态，已有的疲劳感也不会增加，非常诡异，简直像是身体状态停滞了一样。越说越吓人了，我不敢想。怎么了？你想到什么事了吗？怪了，照这个说法，那位小哥怕不是遇到危险了。那位既然是仙人，简单的困境困不住他才对。恐怕陛下的麻烦比我们想的还大。各位，我有发现，刚才在那边发现一条新路，似乎连接着未知区域。是出路吗？啊，太好了！出口，出口，终于找到出口了吗？我总觉得事情不会那么简单，大家还是做好心理准备比较好。好像没什么不一样嘛。刚才我检查石壁时，发现这片石头有异常，它应该是用障眼法构成的，为了掩盖后面藏着的通路。后面真的有路？不容易啊，总算能出去了。叶兰小姐的意志力和观察力都太厉害了，这几天你几乎没有休息过吧？没关系，我不累。好了，人都到齐，不妨进去探探。快走快走，我已经迫不及待要逃出去了。下一项工作是如何？闲人勿扰。Thank you.
天动万象。如琉璃般飘落。抱歉啊。沧海之约，别担心。这个如何？这刹那将是你的永。这下功夫该滑掉了。迷津步。我们走吧。安如磐石，安如磐石，天动万象。霜寒化生，帮帮忙！冻结吧！深海的家护，
线指向另一个平台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地板溶解了，下面会有什么呢？那个名叫萧的小哥是不是在底下？得去帮他。等等，似乎有什么异常。这是很小的裂缝，里面能有什么？总不会有个大活人吧？降魔大圣，萧，是萧吧？啊，干嘛吓唬人啊？是幻影，我碰不到他。降魔大圣，能听到我们说话吗？小哥，小哥，站住啊！没反应，怎么搞的？你们说话了。哦，我们找了你一路，跟着声音找过来的，没想到你真的在这里。但是好奇怪呀，我们碰不到你，你怎么是个影子？影子？哎，不过也够巧的，才听说你失踪，就在这怪地方听到了你战斗的声音，运气真好啊。哎，你没受伤吧？巧。等等，不对劲，这座秘境有问题，你们尽快离开那里，尽快让他跟我们会合比较好。你遇到什么事了？你在哪儿？我们去接你。不，当务之急是你们的安全，这个空间似乎会消失了。他人呢？不是受伤了吗？我们得去帮他呀。附近能继续探索的似乎只有那个入口。没想到受伤的人反而警告别人注意安全，可我们又没遇到什么危险。话说回来，秘密就在这个洞里对吧？别担心兄弟，本大爷这就来救你。老大，别一个人冲在前面，你又不是狗。别担心了，本大爷可是无敌的。我的屁股。看来坑很深，大家注意安全。没事没事，本大爷的屁股很厉害的了。觉得痛就哭吧，我可以忍住不笑。你还想笑？你应该同情我。同情是对你威严的亵渎不是吗？再说痛的人又不是我。派蒙，别笑。没关系，各位想笑就尽情笑出来。人，你没有心吗？你才是鬼吧。等等，萧似乎不在这里，反而是这种地方竟然有门。是那种救援小木屋吧。我看绘本上说，好心人都会在危险的地方造一座小房子，遇到困难的人可以进去休息。小哥肯定就在里头，你们说是吧？对啊。不，有危机意识的人都不会这么乐观。放牛的，你手下骂你呢。他连你一起骂，你高兴什么？哎呀，阿仁，这就是你不如本大爷的地方，懂吗？大家不敢开，那我来。闪开闪开。打开这个就能出去了。好。
恶鬼退散，恶鬼退散。哎呀！是我眼花了吗？门里是不是有人？不会吧，你看错了。你要不再开一次？我好，我开。每天就知道玩，还带坏咱家孩子。退散，退散。那些人都端着碗，碗里装着豆子，什么意思？是撒豆驱鬼的人，老大是鬼，他们用豆子赶走老大。太恐怖了吧，这种地方怎么会有盗窃人？冷静点，你就是盗窃人。我是盗窃的鬼，不是人。不，问题在于这扇门难道通往盗窃？怎么可能呢，这个地方太古怪了，我现在宁可相信是闹鬼。你们谁要开谁开，我反正是不开了。下一个谁？哎，派蒙，你来吧。不要不要，你们开，我害怕。我来吧。加油啊，不要输给门里的东西。嗯，我倒要看看里面是什么。阿忍啊，还在看书吗？别忙这些了，想想妈妈的话，去明神大社当巫女吧，这可是妈妈给你找的好工作，一定比那……怎么了？那个是谁啊？喂，刚刚的难道是……让大家见笑了，刚才那个是我母亲的声音，没想到会在这里再次听到那番话。他刚才说让你当巫女？我就是不想当巫女，才跑到离月念书的，但家人不认可这件事，所以返回道期之后，他们还想让我去明神大社。以我对公司大人的认知，当巫女可能是份肥差。就像有的猫能养在家里，有的猫只能在野外生存。我是需要绝对自由和空间的人，巫女这份工作虽好，却不适合我。对对，你还是适合混帮派。你看你，威风凛凛，英姿飒爽，对吧大家？现在这样就很好，工作嘛，自己喜欢最重要。这点我也同意。我说，这扇门里的东西会变，还是这种大家都不想见到的事物，那谁能开出路来？那个小哥也还在等我们帮忙，不能耽搁。几位要试试吗？免了。如果里面是让人害怕的东西，我不想尝试。如果有人能开出出路，也不会是我。为什么？你不觉得这种说法听起来就很离奇吗？我根本不信，又怎么可能去实现它呢？确实你看起来就没什么梦想。我来吧。哦，恩人好胆量。按理说应该有，但我想象不出来。不过也好，开门看看就知道了。死老头子，今天这八斤盐你送了三斤，卖了两斤，还有三斤拿去换酒喝，总共赚了几个钱？啊，可是，是你说店里的东西随便卖卖就行，送人怎么了？你傻呀你！你让隔壁大爷上门来取盐，谁知道他半路把腿摔了，没听见他儿子说要人赔钱呢？你这老头子，哎，没想到竟然是民事纠纷。刚刚那是谁啊？不是谁，只是许多让我为难的民事案的缩影。哦，意思是你怕柴米油盐的纠纷？应该说我有点怕那些为鸡毛蒜皮小事纠缠不休的人，尤其像刚才那种本来是好心，最终却闹得天翻地覆。
好好的心意沦为伤害和事故的开端，唉，太可惜了。我做这行是想帮着解决一些问题，唯独复杂的人心我还不能完全把控。我能理解，人心可能是最复杂也最叫人伤感的事物了。不说这个了，还有人想试试这扇门吗？不用看我，我不会尝试的。我说叶兰，大家都是同伴，你就算不想尝试，好歹也给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吧。既然如此，我就直说了，我效力于离月七星中的天权星凝光，工作范畴涉及离月重大机密，打开这扇门意味着我可能会为了保密处理掉你们所有人，这个理由你满意吗？呵呵呵，很厉害嘛。不过阿忍，天权星凝光是什么？我猜凝光是一个发现你刺探机密就不会让你活着走出层岩巨渊的人。老大，你真的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？不知道很奇怪吗？我是自由的鬼啊。原来叶兰是凝光的人，我明白了。所以我才想替他保密的。那叶兰就不要开这扇门了。旅行者，你呢？要试试吗？对对，万一你打开门，里面就是我们要找的人该多好呀，比如说失踪的肖之类的。试试吧，说不定小哥就在里面等咱们呢。咦，里面是什么呀？去之后那扇门就打不开了，我们都在担心你，没事吧？旅行者，找到什么了？你要救的人呢？在里头吗？表情这么沉重，是在里面看到什么令人不快的东西了吧？是的，我会陪你找到他，打起精神来呀。可恶，这扇破门，真想揍他一顿。要不是我觉得很累，一定帮你一起打。喂，你怎么没精打采的？所以我们并没能通过那扇门找到香。不仅如此，还在门中看到了自己不想面对的事物。这片秘境给我感觉很不好，它似乎一直在变化，而且是针对我们进行变化。什么意思？我也感觉到了，最好不要轻举妄动，这里绝对不是那么单纯的地方。对，我们是追着降魔大圣下来的，可这里只有一扇古怪的门，门里的东西也非常离奇，我们害怕什么他就让我们看到什么，我们应该是在一个违背常理的空间内。而且经过这些，我好像又有点疲惫了，可这里的疲劳明明不会积累才对，现阶段应该还不致命，否则无法解释我们不进食也没饿死的现象。我现在担心我们的状态会不会受到空间变化的影响，为了防止爆发式的饥饿和疲劳，之后我们要按时进食休息。突然觉得心好累，一下经历这么多事，我的心灵无比疲惫。我也开始累了。不行不行，是幻觉，别想这些。
手脚都没力气了。依据先前情况，我猜在这片空间里，我们的身体状态都已停滞，所以才不会疲劳或饥饿。可现在看来，心灵的疲惫似乎无法避免。虽然还没找到降魔大圣，但我建议大家先回去休息，调整好状态，绝对不能在帮助他人之前先把自己搞垮了。也是，走吧走吧。喂，警官，没事吧？要不要本大爷背你啊？工作室。阿丑，你就不能把那破门再找出来吗？你来的正好，我跟阿丑正聊到这个话题。这破门里的人撒我豆子我也就忍了，他居然还敢来找你麻烦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你说没办法？别啊，好兄弟，不能放弃的那么早。要不你再试试，实在不行的话就换个门找找，找个直接能通往外界的门，怎么样？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。你精神似乎不太好，跟刚来时的状态不太一样，是门后那些景象影响了你的心情吗？听我说，最重要的永远是当前的选择。在你有足够的勇气迈出下一步之前，先好好休息吧。一旦打定主意，就不要瞻前顾后，相信自己的选择。我会跟上的。你到现在都没有休息过，真的没问题吗？这个空间可是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凶险。问题不大，我擅长高强度高精度连续工作。说起来，你有什么新猜测了吧？看得出来，察言观色是我工作的一环。我猜也是，现阶段有一些初步的想法，但还不成熟，等整理成型我再告诉你。也好，我也有些猜想，等确认过后再跟你通气。是吗？总是要大家一起想办法嘛。对了，旅行者，一会儿你有空的话能不能来帮我个忙？有件事想跟你聊聊。我们就在那边见。旅行者，你来了。我在想有关这个空间的事，既然它存在着未知的危险性，我们更不能耽搁，必须尽快跟降魔大圣会合。但你不觉得太巧了吗？我们听你说了降魔大圣的事，那片空间里恰好就有降魔大圣的声音，过于刻意，简直就像是为了让我们相信降魔大圣就在那里，引诱我们不断深入未知之境。我有个猜测，不能贸然告诉所有人，我怕大家恐慌。从降魔大圣刚才的反应来看，他应该跟我们处在不同地点，可他的声音和幻影竟然传到了我们所在的空间，会不会这片空间本就是混乱的？能够看到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人事物，甚至是幽灵鬼魂，不觉得饥饿是因为身体状态停滞了，换句话说，是我们身上的时间停止了。假如这种猜想正确，就意味着我们所在的地方非常不合理，各种信息汇聚起来指向了一种可能性，这个地下空间里的时间和空间都很混乱。然而就是这么混乱的空间，我们却能精准地捕捉到不知身处何处的同伴的声音，不合理。除非
这种声音是这片空间想让我们听到的。那么关于降魔大圣刚才的情况，我有个猜想，并不是我们见到了他，而是他本就身处别处，他的状态通过某种不可思议的空间变化传递到我们这里。旅行者，你刚才说你在房间内见到了深渊，对吧？那扇门乍看好像一个恶作剧，只是让我们看到一些害怕的事物，但如果有一个契机促使我们进入其中，没有人能预测门后是什么。先用一些玩笑吸引你放松警惕，再用真正的危险捕捉你。这片空间是个厉害的对手，他想利用我们的所想所思操控我们。不过我也不会坐以待毙，你记得吗？那块溶解的地板旁有小小的空间裂隙。没错，那种感觉有点像是空间类的术法，但力量似乎比寻常术法强大得多。降魔大圣的幻影给我一种感觉，他似乎没有料到我们和他所在的空间会发生交错，更想不到我们能听见看见他。我猜这个空间是为了将我们引入陷阱，故意让降魔大圣的声音传到这里，但他可能没有料到这种变化导致了空间裂隙的产生。换言之，我们见到降魔大圣并与之对话是意料之外的情况。对，另外我回来后仔细查看过周围，总觉得混沌的空间会不断发生交错，一切都有可能。我认为这是机会，如果空间会依我们所想来构架蒙骗我们的现象，那旅行者，请你跟我一样不断想象，静下心来仔细聆听，说不定能再一次捕捉到从降魔大圣那里传来的声音。能感觉到什么？我看看，似乎是这里。破！哎，偷试了叶兰破开幻象的手法，没想到能成功。声音是从这片幻象后传来的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声音变得明显了。苍烟，下这里什么？不是我年轻眼中死去，在这里，那个看的人是他吗？声音越来越清晰了，应该就在这一带。降魔大圣，能听见吗？我是燕飞，我和旅行者在想办法找你。旅行者，燕飞，成功了。你那边情况如何？我没事。听我说，这里很乱，我们可能不在同一空间，但声音偶尔能穿透过来，也就是说，分开的空间会有交汇的时刻。这里的一切都很混乱。不，夜叉身上的污秽对凡人有害。不，现状远比这危险。这片空间会利用大家寻找同伴的心理制造陷阱，如果你不在队伍中，我们就有可能因为找你而遭遇危险。你们也遇到危险了？可以不用找我的。我们会担心你，而且刚才旅行者甚至误入了一个危险的房间。怎么会合？降魔大圣，找找我们的声音从哪里传出来，如果能找到最清晰的那个点，就试着在那里做点什么，或许会有用。原来如此，因错乱而交汇的空间，做点什么？难道说要快？谁都不知道错过这次还会不会有下一次机会。躲开点。
大虎营地。这样就能避免失散了。我们这边确实发生了很多事，但不只是为了我们的安危。你受伤了，我们不可能放着你不管。只是受伤，没什么，我不该拖累别人。这不是拖累，别这么想，大家都很需要你，就当是为了我们留在这里好吗？如你们所愿。你有伤在身，先休息吧，无论什么事都等之后再聊。嗯。果然没那么简单。旅行者。都在啊，刚好，我也想找你聊聊呢。我也感觉到了空间的针对，但能像这样反过来利用瑕疵，哼。不愧是燕飞。时间空间混乱一事，经过刚才那番尝试已经可以确认。此外，一定要警惕这个空间制造出的陷阱，降魔大圣也找到了，剩下要做的就是找出路。刚才我又回秘境里探索了一遍，虽然没能找到新通路，却也不是全无收获。我的家族世代修习术法，创设了一些只有族人才懂得如何使用的法器。我在秘境里看到了类似的东西，可惜一靠近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应该是，但这里虚实难分，我也不敢断论。然而我们之中只有我知道那些东西长什么样，这片空间果然在读我们的心。之前那扇门也是，我觉得他就像活物一样试探着我们，通过读我们心中所想，投我们所好，来制造所想成真的现实效果，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松懈或疲劳。假设如此，他最终的目的还能是什么呢？不就是为了把我们困死在这里吗？做好最坏的打算，但不要放弃。我知道层岩巨渊藏着秘密，可这样的事哪怕是七星也不曾听过。叶兰，这次我们在外面见面时你说过一句有事要办，你说的是什么事？我在找当年坎瑞亚魔兽入侵时的真相。接下去的每一句话你们只能记在心底，绝不能说给任何外人知道，否则。我明白。500年前，源自坎瑞亚的漆黑兽潮冲击了提瓦特大陆七国，璃月自然也难以幸免。在帝君授意下，千岩军结阵死战，将战线保持在层岩巨渊附近。然而魔兽极为凶残，战况据说空前惨烈。关键时刻，不知是谁引开了魔兽，原本焦灼的战况竟得到了极大缓和。璃月人最终赢下了战争，但也有人再没回来。我家中有2名祖先参与过那场战争，
回来的那个人变得疯疯癫癫，一切都很古怪。这一代七星对那些事也是一知半解。当年活着从层岩巨渊回来的人本就没有几个，想了解真相只能等层岩巨渊外侧封印解开那天，我特意请调此地，为的就是查清当年的真相。但此时此刻我们所处的地方，我们将要面临的可能，一切都比想象更可怕。不能放弃，对眼下的我们来说，活着出去才是第一要务。你还好吗？突然变得那么沉默，真不像你平时的风格。嘘，晚点说话，我在整理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线索，突破口说不定就藏在某个被我忽略了的细节里，必须全部盘点一遍。那……啊，放心，你说的那些事情我是不会记录在纸上的。不，我是说，要分析的话，也算我一个吧。你似乎不太好受，看来转机还没有出现。没关系，不用告诉我具体发生了什么。唉，有时候挺羡慕老大的。阿愁，你说这矮警瓜是不是睡着了？会做什么梦啊？看他平常老是耀武扬威的，居然也有这么没精神的时候。哎，好可怜。还有那个小哥看着很疲惫，一个两个真叫人担心啊。我在牢房里也这样睡？你可真会开玩笑，本大爷的睡姿肯定是全世界最帅。旅行者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是没见过这么夸张的地方，被吓到了吧？没想到我身为提瓦特最佳向导，还会有这么狼狈的时候。对了，我刚才睡了一觉，但梦里好像一直听到牛的声音。就是这个声音。阿丑，是你在照顾我吗？旅行者，降魔大圣好像醒了。无碍，不必担心。夜叉身上的业障对普通人有害，你们别靠太近。我有仙人血统，可别小看我呀。难说。我睡觉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了吗？萧竟然跑到我们这里来了。受人指点，就想办法过来了。降魔大圣，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之前遇到了什么事？不必如此郑重，
叫萧便好。啊，好的。一些无谓的争斗而已。我来这里是为了找一个人，却没想到，那个人似乎与我想的大不相同。听姥姥提过你，一般都待在望舒客栈，是守着荻花洲要道吧？没想到还有人能劳动你亲自出来找，难道是仙人？我在找一个名叫符舍的夜叉。符舍是与你同为五大夜叉的那个符舍？可是除你之外其他四名夜叉不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吗？可以这么说，但众人之中唯独符舍的尸身一直未被找到。夜叉常年处理魔神残骸，身上染有业障，久而久之难免陷入疯狂。我最后一次见到符舍便是他发疯那日，他离开了，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，我也没再听说过他的消息。但符舍是我们五人中的大哥，他曾说过，夜叉战事繁多，不论是死是活，彼此都要有个关照，要知道下落。难道他是因为疯狂而忘记了约定吗？不无可能，但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我是活下来的那个，有义务查清所有人的下落。那为什么来层岩？难道这里有符舍的消息？500年前坎瑞亚魔兽入侵层岩巨渊，你们可知此事？那场战役持续了很久，据传有人在阵中见到一名骁勇善战的夜叉，然而没人知道那个夜叉叫什么名字。夜叉并不止五个，所以也不一定就是符舍。这样啊，但萧氏认为那个夜叉就是符舍才到这里来调查的吧？并非断定，而是除此以外我没有任何线索。但符舍有他的骄傲，若是参与战斗一定会报上自己的名号。我原想着无名夜叉不应该是他。等等，跟你战斗的人难道是符舍？是他带上你的吗？是。怎么会？坎瑞亚魔兽入侵，层岩恶战，还有夜兰的祖先，我总觉得冥冥之中一切似乎都有关联。世事多巧合，却也不会那么巧。这些事跟遗嘱中说到的那件法宝太微仪盘会有什么关系吗？遗嘱啊，对，我是因为一份遗嘱来到这里的。你应该不太接触这些对吧？其实人和仙都会把愿望与心事写进遗嘱，交由他人执行。这个是随时能办的吗？喂喂，你这个表情看起来像是现在要立遗嘱了呀。啊，那天你们见到我的幻影并非偶然。这片空间利用你们寻找同伴的心理制造契机，逼你们主动走入陷阱，但单纯的骗局容易露出马脚，真相稍加一点谎言才最为可怕。他给你们送去的确实都是我说过的话，他让你们听到真实的声音，以此制造恐慌。单向的信息传递只是诱饵，若不是双方靠着空间裂隙取得联络，或许已经有人掉队了。比起凶狠的杀戮，这片空间似乎更倾向于消耗灵魂。怎么这样？对手很聪明，此地不宜久留。诸位，不论事情办成与否，都该想办法送你们出去了。我过来这边是为了警告你们，这里非常危险，如若久留或许会被空间吞噬。可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有可能变成游魂一样徘徊在地下的影子。看来你也见到了那些东西。夜兰，你回来了？回了一会儿了，
在听你们谈话。我也见过地下有异象，不该出现在这里的物品，奇怪的一闪而过的人影，我认为这些都不是真实存在的。幻影吗？起先我也这么认为，但绝非如此简单。或许某一天，这些幻影就会化为实体，前来攻击你们。听你刚才所说，难道你知道怎么出去？不能说是知道，只是猜想。如燕飞所说，这里的空间混乱不定，但有瑕疵。我尝试攻击两处空间的衔接点，成功制造出裂隙，来到这里。所以，我若竭尽全力，或许能在混沌的空间里撕出一条通道。是吗？强力的攻击能影响空间，我也想过这种可能性。你说的竭尽全力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尽我所能。等一下，你说送我们出去的意思，难道是你要留在这里吗？难道你……我在地下见到辐射了，因此才更明白这里的可怕。爆发式攻击只能撕开很小一道口子，若要将你们送回外界，恐怕需要持续注入力量以维持通道不毁。我知道如何搏命，能做到这件事。不行不行，就算你说的是实话，我也不同意。我也不同意，留一个人才能出去，这叫什么好办法？有计可施才能论方法好坏，眼下不是这种局面。想来你们也没有更好的主意，否则不会至今还困在此地。可是你的方法难道就一定能成功？不一定。你傻了吗？就为了这种不确定的事拼命，根本不值得呀。总而言之，我不同意这个计划。如果我说这是遗嘱呢？你，这就是你的战略吗？恕我直言，你提出的只是一个无法保证成功率与安全性的方案。何况如你所说，夜叉对人有一定危险性，贸然说出这种自以为是的计划，我们就一定要接受吗？凶险的战场向来如此，凡是机会，难免需要以命相搏。若害怕付出和失败，根本不会有胜算。凶险的战斗我也体验过，像这类极端手段，不到最后关头，绝不应说出来。你说这些话是希望大家理解并接受，但在自我牺牲未必有用的情况下，说这种话只会杀士气。何况你若真舍得断绝一切，就不会询问他人意见。你根本没有自以为的那么冷酷无情。再说，假如失去谁才能逃离，那我们也称不上成功。叶兰，别这样。总之，现在没到最终拼命的时刻，说不定还有我们没调查到的暗道，里面就藏着出路。假如没有，或是最终也没能找到，而我们已经虚弱不堪，连牺牲自己的力量都失去了，你又想怎么做？现阶段，牺牲你与寻找未知出路的成功率根本没有区别，两种战略难分高下，更不能立刻行动。全力一击可以突破空间？不巧被本大爷听到了。什么留一个走一个的，我不爱听。说了那么多，要的不就是这个吗？来呀，这本大爷看看是什么鬼东西能把人困死在里面。慢着。尝尝这种。
起来没能一拳打烂这个破地方。那不还是有新的路吗？英雄什么的，我来做就行。你等，早该想到的。刚才老大那一拳用尽了他所有力量，或许是因为这点才能撕开那个通道吧。我去看看有没有办法稳定住那个通道。他是因为听到我们的争论才选择这么做的吧？老大他从来都很讨厌同伴之间内讧，以前荒龙派的大家要是吵起来，他也会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，镇住所有人。今天老大也这么做了。与你们相识还没多久，但他说把你们当同伴，就是真心这么认为。说起来，老大讨厌别人做出牺牲，自己却会在不知不觉中下意识做出类似的事。不过有一点他和别人不同，他做这些事不是要放弃自己，而是相信自己能够克服所有困难。也太自信了，而且其实跟象说的没有区别吧，他也是个笨蛋呀。老大可不是听劝的人，再说他一向是先行动再思考，刚刚一定也认为自己可以轻易解决所有问题吧。不只是他，荒龙派其他人也多少有点这样的毛病，正因如此才会有我这样负责为大家善后的人。反正一样是拦不住，不如让他行动。再说笨蛋的第六感往往很准，那一拳也不是没有收获。伊斗，你不会有事吧？抱歉。没什么，请不要道歉。你和叶兰小姐说的那些话都很对，但如果今天是在荒龙派，如果你也是我们的一员，那我会站在叶兰小姐那一边。老大做这些事绝不是为了牺牲，他是坚信我们能顺着他开辟的道路找到办法，也坚信我们能带着他一起离开。每个人都很重要，我们要互相扶持着逃出这里。你能活下来，一定对某些人，不，对许多人意义非凡。阿然，各位，尽自身所能寻找生路吧。还有机会，一定能出去。老大就交给我了，请放心。各位，这条看起来不是通往外界，而是通往更深处的路。怎么这样？那一斗干的事不就……不，可以一探。我先去看看。原来是这个意思，我明白了。什么意思？还记得吗？现阶段我在找的东西还没出现，那件法宝。如果这片秘境会把我们想象或追寻的事物投射为现实中存在的东西，我们就有可能借助这一特性找到那个东西啊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他一直让我们再坚持一下。既然是法宝，肯定很厉害吧？不能说一定如此，但可以尝试。我会想办法。让他们去吧，不过如果你也打算去那片秘境，还是跟我一起行动吧。我可没那么擅长打斗，咱俩一起会安全些。对了，你和萧关系挺好的对吧？叶兰刚才说的话有些重了，我替她道个歉。但看刚才的情况，不说到这个份上，萧恐怕听不进去。加上叶兰她本就在意这种事，肯定会全力阻止。据我所知，她在以前的工作中失去过战友，她是被救下来的幸存者。
也许是因为这样，才格外不想面对他人的牺牲。被救下来的生命，就能毫无负担地活下去吗？承受恩惠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。如果我是他，也未必能做得更好了。对了，等我一下，我马上来。起。这样就安全了。现在一斗不能战斗，我留个术法保护你们。谢老师姐，你也千万小心。你也要多加小心。好了，旅行者，我们走吧。我会跟上的。这是远处那个巨大的圆盘，等等，难道这就是太微仪盘吗？喂，你的形容根本不够大，这个大多了呀。唉，看来我们的想法一点没错。身为律法咨询师的第六感告诉我，这很可能就是我在找的法宝，它还真出现了。可是假如这是太微仪盘，啊，太大了，要我怎么带回去？不对，不能泄气，我们先在附近调查一下吧。喂，那是盗宝团吧？总觉得好眼熟。啊，对，不就是我前几天遇到的打手吗？要什么时候才能发财？快速退下！有加成。有机可乘。焚烧吧。麻烦了。速速退下。一盘了，小号的，像上次一样轻松收拾掉了。其实啊，我之前帮着处理了一起商业大案，犯事的人为了报复我，特地找了盗宝团当打手。常有的事，幸好我勤于练功，武艺傍身，几下就把他们解决了。不过这些人出现在这里，连人员配置都跟那次一模一样，莫非？这片空间在重现我记忆的一些片段，恐怕这也是消耗我们的手段之一，真有他的。下一项工作是，我会跟上的。奇怪，总觉得这里连着另一个世界，或是另一段时间。啊，是新的入口，太好了。
欲买桂花同载酒，只可惜故人何日再见。本以为会在这里遇到其他人，却没见到他们。于人众，莫非也是谁的记忆吗？哎，注意安全啊！哼，果然和我想的一样。叶兰，原来你在啊！不管来几次，我都会解决你们。大家一起的时候就不要说这种话了嘛。你要粮？哎，焚烧吧！雕虫小技也敢跟踪我，身手还是这么好啊。记得吗？我在别处见到了一些幻影，我当时听见的就是这些话。这段回忆似乎被这个空间重现了出来，也好，这样你们就知道当时的情况了。那个人提到了太微，会是太微遗盘吗？燕飞，看到地上那个东西了吗？嗯，我们就是调整了这个才能跟你汇合，我猜它就是远处那个大太微遗盘的缩小版，与整个空间息息相关。嗯，这个东西有些眼熟，让我想想。我会跟上的。
会跟上的。工作室，我会跟上的。
新的空间。假如空间遵循同一规律，那这里某个地方肯定也有小太尉一盘吧。辐射，你这样的人竟然会成为地下亡灵。没有敌人。不对，敌人隐藏了身形吗？不行，得快去帮忙。别过来，这是我一个人的战斗，不要靠近我。污秽的魔兽，魔兽是因你们而死。我引你们到地下空间来，正是发现了你们的弱点。隐藏身形从暗处发起攻击，是辐射的一贯战术。与我一起死在这里吧。骁勇如你怎么会死在这里？不行，一直这样下去对萧很不利。无妨，我知道结果。蛇显出了疲态。腾蛇太元帅辐射，你的强大可不是没有尽头的，但你的幻影不如你。全盛时的你不会只是如此。帝君要是看到座下第一夜叉变成这样，又该作何感想？走，我来断后，不要让魔兽回到地面。记住，所有人死守曾言我200里战线。毁灭吧，虚无的幻影！啊！香，你怎么样了？本该如此，别在意我。刚刚那个看不见的对手，就是传说中的腾蛇太元帅辐射。是他。别怪我一意孤行。辐射失踪数百年，刚才那一场说不定就是最后见他的机会了。他刚才喊着死守战线什么的。他在这里战斗了，传说中的那个无名夜叉就是他。你不是说他一定会报上名号吗？那为什么不留下名字？他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也许是因为他也忘了自己是谁吧。因为业障吗？辐射消失前已陷入癫狂，无人能确保他记忆完好无损。疯了，却还能参与发生在曾烟剧院的战争。夜叉从不是能在和平时代好好生存的种族，很可能被争斗厮杀的气息吸引。我们精通杀戮，或许也只懂得杀戮。经此一战，我验证了心中所想。依照先前推测，这片空间会映射人心中的部分信息。换言之，哪怕已经疯狂，辐射也来过此地。方才那个幻影就是他留下的印记。这片空间还原了他战斗的身姿，如此自毁的打法，他不可能还活着。刚才辐射的幻影说道，他发现了魔兽的弱点，将他们引入地下空间。这片空间究竟是什么？竟然能克制坎瑞亚的魔兽？应该不是错觉，身体的疲惫加重了。空间在干扰我们。辐射应是留在了地下，地下却只有幻影，没有他本人。若不离开，我们或许也是这种下场。该前进了。这一战打得很好。再见，辐射。
向工作室。跟上的，我会跟上的。向工作室啊，疏忽了。固若金汤，你的氛围喜欢。我会跟上的。信息要看吗？看一下吧。看起来写这些信件的人都是留在这片空间里的千言军将士。信里这个名叫博阳的人是谁啊？这个博阳就是我的祖先之一，当年没能回来的那个人。也就是说博阳是跟辐射一起行动的？应该是。这些千言军应该也是他们的战友。当年没能找到的人多半都在这里了。对。好可怕，发生了什么事？走吧，不要停在这里，我有种预感，线索都串起来了，我们迟早会知道真相，只是不知道这片空间打算用哪一种形式来给出答案。的空间有深渊的气息，
可是没有对手。你的记忆？什么记忆？深渊？空间？空间是读取了你的记忆才创造出这个地方吗？周围越来越黑了。刚才那些空间里，太微仪盘都有一部分藏在地面下，现在倒是完好的躺在地面上，像是被人遗落在这里。刚才的他只是你心中的想象吗？一瞬间的幻影是因为你很想他吗？燕飞，你确定这个就是你说的法宝太微仪盘？应该是，遗嘱中没有图画，但看文字描述跟它八九不离十。你发现什么了？这个太微仪盘无论结构或布局都跟我的家族所用的法器非常相似，只要像这样。太微仪盘被人刻意操控过，可能是藏有某种信息。先出去，换个安全的地方。就到这里吧，各位先休息片刻，我会尝试解开太微仪盘。原来如此，没想到是这么一回事。哦，看起来有新发现。里面的信息是一个名叫博阳的术士所留，他就是我想调查的那个失踪的祖先。这么多，全是你的祖先留下的信息吗？数百年前，高人将太微仪盘交给我的祖先，他们兄弟二人带着这件法宝来到层岩巨渊，参与击退坎瑞亚魔兽的战斗。出发时是两人，回来的仅剩一人，而且已变得疯疯癫癫。业障。嗯，有一种可能，他们是与夜叉辐射并肩作战时沾染了业障之力，他们都没有神之眼，无法抵御太久。看记录，记下这一切的人也永远留在这里了。可恶，真没办法了吗？怎么办？我们要死在这里了吗？我不要啊！我不想留在这里面，我不要。刚刚的事。说，我想起一件事，请稍等，马上确认。
者，我有新发现啊。是这样的，来的路上我一直在研究那封遗嘱，却没细想过遗嘱是夹在怎样的书里。虽然不是逐字牢记，但我也读过那本书，其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。千年前，仙家制作法宝以封印恶兽，后结交凡人知己，便将法宝交由知己做法器用。数年过去，山中有大魔作祟，凡人与仙家便联手以此器斩妖除魔。不止如此，书中还提到仙力与人力合一，可转斗移星，据天地之威，气为证，人仙共存，天人合一。我是仙人与人的混血，假如我的力量能起作用。生效了，虽然我的力量还不够强，效果转瞬即逝，但思路是正确的。太微仪盘里似乎有什么东西被启动了。皇天之威，五方之神，夜叉种名，共知机恒。是封印师的声音。符舍和祖太爷一同完成了这个空间最上层的封印。原来是这样，我明白了。各位，我们先回去找一斗和阿忍，然后我有个建议。走不动了，我不想留在这里，我也不想死，我舍不得你。太萌，再坚持一下好吗？相信我，我们还有机会。走吧。下一项工作是。消耗太大，还没醒来，不过没有性命之忧，请放心。倒是你们，看你们的表情，恐怕有发现，而且是让人不怎么高兴的发现，对吗？我们找到太微仪盘了，其中有前人留下的信息，看起来这片空间无法被突破。上一个持有这件法器的人似乎也永远留在了这里。这样啊，还没完呢，听我说，刚才我试过了，向太微仪盘注入力量它就有反应，但也只是触发了封印时的记录而已。不不，问题不在内容，而是方式。还记得书里说的吗？仙力与人力合一，可转斗移星，据天地之威，只有仙人与人的力量汇聚起来，才能最大程度启动太微仪盘。我是混血，太微仪盘对我有反应，证明这个系统还在作用。而我们的队伍里恰好有完全的仙人和继承了术法的凡人。有意思，原来你是这么想的。仙人和人类同时提供力量吗？对，假如我猜的没错，你们对太微仪盘最大程度注入力量，能再次完全激活它，甚至逆转它。他上一次被用来封印这处空间与层岩巨渊的接口，如果我们能逆转它，就能出去了。太好了，我们还有救是吗？没错。这个想法不无道理。好，大家稍事休息，等准备完毕就来尝试这个方法。紧张啊。叶兰、萧，可以了吗？万事妥当，定当全力以赴。不过燕飞，有件事你得做好心理准备。嗯？法宝太微仪盘你怕是带不出去了。根据我的判断，
这片秘境里的一切都是时空与回忆错乱的结果。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目的，而这片空间里出现的一切都像在回应我们的想象和猜测。恐怖但也奇妙，这个空间已经不单单是空间了，不知是受何种高等力量影响，它一直在读取我们，再用幻象回应我们。此外，根据层岩历史，这个空间恐怕已经存在很久。它究竟是如何诞生的？哦，你说那个啊，当时我也在场。哎，等等，难道那一件是你干的？除了我还能是谁？那条巨蛇应该是坎瑞亚文明的遗留物，晶石对它格外有效。难道是这两者的力量之间存在冲突关系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很抱歉，或许我该为大家的遭遇负责。不不，你不是为了救我们和处理问题吗？不能怪你啊。或许吧。这片奇异空间堪比活物，利用各种幻觉蒙蔽我们。实际上，我们所见的人，所走的路，早在500年前就该不存在了。另外，这里大部分事物都静止着。既然如此，若真能逃出去，等时间真正流动起来，太微遗盘应该就会消失吧。其实我也这么想，可正因为是这样，我们能找到太微遗盘就是一种奇迹。整件事像是用一柄本不该存在的枪来击破桎梏，听起来不切实际，但也是最后的可能性。是谁的愿望换来了这件法宝呢？是啊，不过也许还有一个原因，是你对追寻的执着特别强烈。很可惜找到的不是你的家人，但如果那个人在这里，一定也非常希望你能得救。我们这些人能像这样巧聚在此，不可不说是一件趣事。如果这也是命运，就让命运在我们手中扭转吧。老大交给我和阿丑，我们准备好了。旅行者，照看好拍蒙。燕飞，必要时靠近我。没问题。星罗斗布，速降威灵，群魔协议，静解雷霆，摄神收鬼，真气流行，地赤伏命，不得久停，急急如律令。亮了！果然，太微遗盘是一件增幅法宝，只要维持这种力量，我们就还有机会。力量的维系交由我。可以。除位退开。将以此身护阵，封印地表。夜叉一族当为此事而战。金鹏大将，助阵。城或有风险，但你执意要去。镇守此地100余年，从不擅离，唯有无名夜叉一事，恳请帝君准行。
方才真是千钧一发呀，差点以为逍遥留在里面了，幸好你没事，吓死我了。我知道你怎么想，但罢了，你有些想法非一日所成，不是我们三言两语可以说动。到最后，我们的战略方针都无法达成统一，但能从那种地方逃出来，确实多亏你。谢谢你救下所有人。不，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不用客气。几位看起来都没有外伤，只是消耗过度，多休息吧，不用急着离开这里。那我先去检查一下附近有没有其他异状。走开了呢，明明还想跟他说几句谢谢的。叶兰可能是真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吧，她也是真心认为萧帮助了大家，受人恩惠反而不好说什么了。不过萧确实也不容易被说动，我想叶兰可能放弃说服他了吧。萧，他在批评你。不是啦。你们所言非虚，没有问题。你们的意见我会考虑。真的，那太好了，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大事啊。这次情况凶险，缺少任何一个人我们都没法从地下离开，我很庆幸没在过程中失去任何人。对了，放牛的还没醒，不会就这样一直睡下去吧？快去看看他。睡得好爽。你们干嘛？怎么这样看着我？你身上有哪里不舒服吗？脑子怎么样了？有没有撞坏？不舒服的话要说出来啊。本来就不聪明，要是再把脑袋弄坏……什么跟什么啊，本大爷好得很，狠狠睡了一觉，哈哈哈哈，现在浑身是劲儿。总觉得忘了什么事。哦对，哎，我们不是在地下吗？怎么上来的？说来话长，就先不说了吧。一斗，这次我们能脱险实在是多亏了你和阿忍还有阿丑全力相助。你们是因为我才被卷入此事，可以的话请让我赔礼道歉吧。别这么说，你帮了我们，我们为你做些事也是应该的。哎，要不是你，我们这会儿可能是在黎月的牢房里。这话不够全面，应该是你在牢里，我在牢外。也是呢，那就当是认识新朋友好了。作为庆祝，我带你们到黎月港观光吃饭，怎么样？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被你一说，哎呀，肚子好饿，走都走不动了。我也饿了。师姐，不如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我也要去，我也要去。好吧。那么，这两位到期朋友就交给我了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，这次真是辛苦了。啊，对，叶兰现在不在，那我欠她的一顿茶就先当不存在好了。这样啊。好，我帮你转达。旅行者，飞行警官，阿丑有两句话想托你们转达。什么什么？我也要听。那我也要听，带我一个。有道理，就这么办。阿丑这家伙，外表明明是这样，居然也非常细心温柔，
真是没想到。深刻的道理往往都很简单，所以我认为阿楚的话或许会有用。没错，这件事就交给我们吧。那一斗、阿忍、阿丑，我们出发吧。哦，吃饭吃饭。嗯，下次见。忙完了？我们倒也没再忙了，送送朋友而已。还在啊？刚才看到那两位到期人跟着燕飞离开，是往离月港去了吧？你们不一起吗？我们还有些话要跟萧叔。嗯，我想也是。我检查过四周环境了，目前其他地方暂无异状。这件事算是告一段落，接下来的应该就是保密问题了吧。哼，希望那两位远方来客能对本次事件三缄其口。知道了啦，我们也会帮着提醒他们闭嘴的，你可不要对他们出手啊。哦，被你发现了。哼，那玩笑就到此为止。这次多亏各位鼎力相助，我会将此事牢记在心中。地下那片诡异的空间何以诞生，又为何能悄然存在如此多年，关于这些我会继续调查。我总觉得这些事背后有着更为深刻不可告人的原因。此外，似乎有人在最后关头出手相助，虽是好事，但我竟感觉不出对方的来历，看来也是位高人。放心，现在不是研究这些的时候，还有些后续工作需要汇报处理，我也回离月港一趟，就此别过。夜兰再见。你知道我在等你。是吗？我想去一个地方，你若有闲暇也一起吧。要去哪里呀？一个与夜叉有关的地方。再往前就是人们为铜雀修建的庙宇了，来这里或许也是有所感悟。是指在那个地下空间里有所感悟吗？很难说清，见到符舍令我有重回过去的错觉。夜叉一辈子说得好听是骁勇善战，说得直白些只会做这般杀戮之事。能在极致的战斗中死去，对符舍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我也是如此，我已活了许久，若是能为救人而死，称不上太坏的事。嗯，又或许我这般想法亦是一种疯狂。喂，别这么说呀。啊，对，是阿丑要我们告诉你的，非常重要。嗯，阿丑说他有驱鬼之能，被人拿来防鬼，可遇见一斗之后就一直跟一斗在一块了。阿丑说他不懂得那么多大道理，只是觉得大家跟谁生活在一起更快乐，就选择与谁同行。活在世上或许没有那么多规矩，所以他希望你也能明白，即使夜叉之力对人有害，也不代表你不能跟大家一起。是呀，
比如有神之眼的人，多少能抵挡住你的力量，对吧？还有，妈呀，反正关心你的人绝对不少。这些话倒像是福舍他们爱说的。那几个家伙从前常说，等到天下太平，他们也要去过人间的生活。似乎只有我不这么想。太尉遗盘中提到福舍神貌癫狂，常以金鹏、迷怒等名号称呼身边人，这些都是午夜叉的名字。金鹏是我，迷怒是星元大将，此外还有罗卷大将伐难，火鼠大将应答。听说人们称我们五人为仙众夜叉。福舍与叶兰的祖先都留在了地下，换言之，他二人临终前所想也应被那片空间读取了。叶兰的话句句属实，我与他的提案都有弊端，也都没错，但这片空间的强大远在我们之上，没有你们鼎力相助，我做不到这么多事。最后关头也是拼尽全力才勉强能突破一瞬间。那也很厉害了呀。燕飞和叶兰说的不错，我确实一直都做着最坏的打算，这种想法根深蒂固，却已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。那个瞬间如非帝君出手相助，我恐怕无法逃生，终究还是劳烦他人了。但很正常吧，你跟钟离不是，你跟阎王帝君认识这么久，你帮过他的忙，他帮帮你也没什么，对吧？逃离空间的瞬间，我隐约感受到辐射残留的记忆，若说此行有什么收获，便是这个了。多一个人记住他也不错。米诺刚才去哪儿了？哎，夜叉兄弟，你又迷糊了吧？说过多少回了，我叫博阳，是跟你一起在苍岩战斗的术士。博阳，你是博阳，那我是谁？我倒是想以名字称呼你啊，否则咱俩说好了一起留在这里，却连名字都叫不上，多可惜啊。留在这里不行，你得出去。夜叉兄弟，别说傻话了，我们不是做好准备永远留在这地下了吗？你可别后悔啊，那个封印不能破开。封印啊，对，我是来这里战斗的夜叉。兄弟，没事吧？瞧我伤成这样，怕是活不了多久了。只剩咱俩了，你可别死啊。今天呢，我在这地下看到了家里人，你说我是不是也疯了？博阳，你想回家吗？都决定了要让荣昭留在地上的，我当然想回家呀。我应该也有家人吧？兄弟姐妹总有的吧。兄弟姐妹，是啊，我是谁？家人又在哪儿呢？我会。兄弟，你怎么了？挺住啊，这里就剩我们了，你千万别先死。金鹏，
是你吗？什么金鹏，你这记性。我这么狼狈可不好意思见你们。兄弟，兄弟，你看那边有人。这些人是我的我想起来了，你们是这些兄弟姐妹，是来接我的。不一样，你清醒了，至少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。大哥，蝮蛇大哥。喂，蝮蛇。蝮蛇。我叫蝮蛇，意为浮生一场，万般皆舍。今天我说了太多话，但与你交谈不需保留太多。你可曾有一刻感知到天命，生的可能，死的来临，无论何种。时至今日，我已明白天命是夜叉最能感知到的劫难，注定悲戚，但我们无惧。萧，无妨，帝君也说过你是见证者，人间的故事理应到于你。法难、迷怒与应答均已殒命，唯有蝮蛇下落不明，此事如目刺在心，所以明知艰险我意去了层岩。如今总算知道了当年在层岩巨渊发生过什么，也算了结一段往事。离开空间前，我取了一块石头，若能成功带出来，便要以此石带蝮蛇，放入纪念铜雀的庙宇。可惜还是留不住，铜雀死于千年前的魔神战争，他比我们都年轻。他战死时，蝮蛇很难过，夜叉死伤太多，犹如满天飞鸟散于各地。如法难所说，夜叉难寻魂归之处，蝮蛇、伯阳还有那些将士英雄，是个好词。灾厄或无尽头，可凡尘有情，纵是修罗亦有牵挂。就应你说的吧，从今往后天下英雄永不陌路。Thank you.